Yeah!
我同佢嘅事，冇一时之气，呢啲人一翻到制裁嘅法律制裁啲冇钱请律师嘅人，制裁唔到佢噶。你喺大庭广众咁样做，好事大噶。只要我亲手杀死佢，关啲事都冇。系朱丹尼杀死沙子文噶，公事化变系知道所有嘅犯罪证据。 你冇事啊嘛？打佢，阿妹受伤啊，睇下佢先啦。封锁现场，最有关嘅人带晒翻去。你哋警察越嚟越唔似样，竟然喺大庭广众手持利器，意图伤害无辜市民。你身为警务人员，竟然知法犯法，我而家要代表我嘅当事人控告你哋非法禁锢、恐吓、殴打良好市民。 以及蓄意伤害他人身体，我报请律政司还你哋意图妨碍司法公正，喺公共场所制造骚乱。嗱，你睇到噶啦，家驹，即刻放手，唔好动佢翻嚟黑警，你死定八月十五准备坐监啊！系啊，我唔知你咁好硬，真系先，好中意睇到坏人。